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新闻的现场。嘉义市政府甲嘉义市工商发展投资促进会委托办理地方特色老店再现风华辅导转型计划，已经伫保中一街月桃故事馆办理成果发表会。市长王美惠亲自颁发授奖表彰，和出席的38间厂商感谢大家愿意保持传统，勇于创新，甲公部门做伙合作，共同来创造嘉义市的新商机。地方特色老店再现风华，获得转型计划成果发表会，已经在嘉义市第一间观光工厂外头故事馆登场。地方老店获得计划，对民国100年3月份执行到即马，稳定就业人数375人，新增加就业人数94个人。每个月重点厂商营业额增加新台币2475万，促进民间投资金额超过新台币1亿8790万。嘉义市长敏惠亲自出席颁发授奖表彰和参与的厂商。经过这几年来的辅导努力，大家携手合作，我们不断有加入新的元素、新的观念，不断的创新，不断的改变，包括我们有新的设计，所以我们彼此之间店家有最多的联谊跟讨论跟讲所有的讲座，大家也因此认为我们真的该改变了。随着时代的潮流，大家有新的产品，所以传统老店、特色老店风华再现的这一个计划，今天在做成果的展现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么丰硕的成果，真的是很感动。在发表会当中，嘉义市地方特色产业协会理事长何英伟和二一茶斋的经理黄爱玲，拢十分感谢着嘉义市政府，争取中央补助办理这项计划，解决老店转型的困难，让中小企业有更加侪发展的事业。嘉义市政府建设处表示，这项计划导入三管合合作的模式，每合8间营业者和7间的大专院校进行创新产品，协助店家产出专利，落实技术转移和产业执行的工作。其中透过协助辅导业者参加嘉义市政府举办嘉义市2013年十大伴手礼，在长达半冬的精神活动当中，总共有6间的厂商赢得到十大伴手礼的奖项，和2间得到人气奖。另外有22间的门市通过经济部 GSP 优良服务认证，同时有12个人通过到 GSP 并含员的考试，主要获得工作实际达成效益，拢达到甚至是超出预期的效果，嘛看出来获得的成果十分的出色。最新新闻，中央新闻网王小三嘉义市采访报道。